南水先啊，咁咧就見有人等緊啦，咁我都又係開咗節目先啦，兩位手足翻緊嚟噶啦，咁就都係嗰句 pay 床咧就冇增加啦，咁啊係都冇減少，都係得48個人。另外就pay me 啊，轉數快都可能都話啦可能啱啱同大家聚完之後咧，好多人都喺嗰度，可能已經支持咗，咁佢覺得咁冇所謂㗎。我都係嗰句就最緊要睇我哋節目，最緊要俾多啲意見我哋咁啦。咁啊，按讚留言分享啊 ，share 啊，咁亦都條巴度有個電話㗎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可以用 PayMe 轉數快用個電話咧，或者WhatsApp 息路問我攞我個account number 啦。咁我亦都曾經講過，有人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覺得我可以俾到意見嘅，咁隨時可以用個電話 WhatsApp 我或者揾我。咁啊，最近發覺有打嚟問我係咪福利處咁樣，咁唔緊要啦。咁可能你擺得出個電話嚟，就預咗有人用其他方法啦，或者點。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自己覺得問心無愧咯。咁啊～講下啲即係探監嘅手足嘅問題啦。咁早排就話譬如好似子健啊，因為腸道唔舒服啊，入咗醫院，結果做埋手術，咁啊而家休養當中啦。咁喺 Facebook 大家睇到咧，老朋友邵家臻咁可能即係牛哥啊探完話俾我聽係唔係話唔樂觀話咩都係唔舒服嘅，咁大家多啲問候啦。喺 Facebook 我見佢仲有 po 出嚟嘅，大家俾啲關心啦。我覺得留喺香港嘅同路人咁樣，咁佢哋未翻嚟，咁我梗係唔講啲題目先啦。大家翻嚟咧，打開睇到一個 Facebook 裏邊有段就突發咁講啦，就係話有個內地遊客咧喺西灣山缺水 call 救援。你估佢大陸係咪咁噶嚇？係咪偉大祖國係照顧人民到就係話你行山啊，我啲水跟住你側邊啦咁樣咧？呢個真係幾笑話嘅。如果真係我睇到落去就係話，所以我就轉發咗話，下次冇女嘅你係咪又要 call 啊？即係你想象唔到咯，想象唔到一啲。上面的人我們說叫上面的人，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想法，又或者你走去泰國旅行的時候，突然間一個年輕人是不是小時候他媽媽沒有教他呢，即是愛護小動物，突然間就拿個彈叉出來再射東西，不知道他射什麼，人家說不知道他射什麼，但是估計他射馬騮，那個問題就是說，喂，你在大陸你這樣做都可能會被人拉的咯，不是說去到外國，是不是在大陸很沒有自由呢？所以去到外國就什麼都敢做呢？就好像去到日本就說在人家靖國神社的牌子屙尿，所以你敢不敢在大陸這樣做呢？是不是真的覺得離開了香港是不是離開他們的角度，不是離開香港啊，我們自己離開香港我都承認有些事是大膽一點的，即是以前年輕的時候去到外國，在外國認識女仔跟人聊天的時候都會大膽一點，因為不怕雨嘛，雨了不會再見嘛。但是你們那些即是離開了 你自己玩的 地方的人到底是什麼心態呢？即是一個不幸你射到他，真的射到他，那隻馬騮跌下來的時候，那你當時會可以怎樣鬥快走走了，或者說好過癮啊這樣，我想不是這樣的，即是好彩他沒有，好彩他是去泰國，如果去馬騮山就大鑊了，如果去金山郊野公園，實俾你射中啦，因為啲馬騮都冇嗰個防備心嘅。
用咩諗法諗咧嚇？成日見到或者我哋可能係咁講就係話覺得得意有人拍咗咧，即係啲地鐵又好咩都好，打交永遠都好似講普通話嘅人咁。點解會成日都出現呢啲情況咧？唔係中港矛盾，我唔係想喺度講宣揚中港矛盾，但係你既然嗰個教育咁好，係 hello 係阿 Ring 嗰次收到啊，即係既然你嗰個教育咁好，即係成個國民教育點都好，有冇教導啲國民離開自己嘅國家嘅時候出去有啲咩禮貌咧？或者有啲咩分寸咧？冇個，冇個，永遠就係咁嘅咯。我唔會話全部中國人都係咁，因為我都話落喺若干年前，我試過好多年前去海洋公園，我見一個啲公眾嘅休息可以食嘢嘅地方，我睇住一對家庭，即係父母帶住兩個小朋友，咁我兩公婆就喺度。佢有自己帶啲生果入去食，切好曬，好禮貌，好乾淨咁樣。佢哋係清理曬先走嘅，甚至乎好有禮貌咁問我哋食唔食噶。我從來都唔會話一足高辦，全部大陸人都係咁。咁但係好唔好彩就係你經常俾某啲人就影到，或者大家影到啦，即係而家根本大家個個人都將自己部手機覺得就係影冇問題嘅，拍就冇問題嘅，個個都係記者嚟嘅。咁當然啦，我哋揭露一啲唔好嘅嘢，我覺得係應該嘅，伸張正義係應該嘅，但係都要喺合情合法有理據嘅情況之下去做呢樣嘢咯，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樣啦，擺翻咗嚟啦，咁我都係覺得有人喺度等緊，咁我覺得開咗傾偈先啦，咁樣。翻翻嚟啦，咁都我哋嘅星期三咧，我睇最近睇一本書咧，就講星期三咧係最唔中意過嘅日子。因為星期三咧就永遠咧就係禮拜一咧你就會定咗啲目標啊，今個禮拜要做啲咩嚇？你禮拜一定嘅咩？唔係嘅，好多時都係嘅。禮拜一個，禮拜一我最近有本書，最唔中意日子喎。最係禮拜三先係最迷茫，最翻工啊！禮拜一唔係咁你咁，所以你要定翻工定咩啊嘛？咁而個挫敗感就喺禮拜三浮現出嚟啦嘛。禮拜三咪再挫敗啲，挫敗感都煩。禮拜一我覺得。我今個禮拜要努力扮都好啦，係禮拜一我要清咗上個禮拜啲嘢，跟住發覺禮拜一之後咧都係清唔到啊，禮拜三都仲係，咦？下個禮拜啲嘢又嚟緊喎。嗱呢個係個人問題，呢個個人問題，但係唔係個人問題啊，係大部分都市人嘅問題。本書出嚟都係咁講啦，就係即係話嗰個挫敗感係更加強啦，或者用佢嗰個講法就係好多時就喺禮拜三去浮現曬出嚟噶啦。咁啊，今日禮拜三啦，咁啊，翻返嚟我哋今日。即係禮拜一要清上個禮拜啲嘢已經好撚唔開心㗎啦，仲喺度追火車，如禮拜三追極都追唔到，咦？下一班火車又嚟咯咁樣。你咁樣似講施政報告嘅，都仲係講上年嘅嘢。屌你講極都講唔撚完。人哋話總有啲嘢係未完成到，要俾時間嘅。總有啲嘢有六項未達標啊嘛，係嘛？好似佢話，總有啲嘢係要我哋要用時間。去時間總會證明好啊！俾多十六八年你啦咁樣。邊樣嘢達咗標啊？不如我問翻你，邊樣嘢達咗標啊？咁佢話國安啊嘛，國安就超標添啦。你話達咗標，乜嘢達咗標啊？係嘛？唔知喎，唔係呢個問題。經濟差咧，就係咪食平嘢咧？咁啊啱啱睇 Facebook 咧，好過癮嘅。昨天呢就說有粥鋪呢10元又不吃自助餐，今早就看到壽司飯又不吃10元壽司飯又不吃壽司飯又不吃，即是連那陣紫菜都沒有，沒有的壽司飯豉油wasabi任用放題10元，即是白粥我已經覺得 what the hell 啦，已經是白粥
咁咪佢加埋油炸鬼。如果自己煲，個重點係如果自己煲嘅話，都唔使十蚊嗰啲。邊個會為咗黑就係十蚊去食嗰碗白粥？唔係計呢樣嘢嘅。咁你鋪租人工，sorry。但我知啊，我講緊我梗係計緊消費者啊嘛。但係我覺得佢好撚勁嘅其實。即係你覺得會吸引到咩嘅消費者咧？即係我自己煲啦。如果我窮到咁嘅話，其實佢唔係吸引消費者，佢成功串流咗。大家轉發，我成功係咯，成功拆咗流量啫，拆咗流量，拆咗廣告。原來仲有一間叫乜乜粥店，仲喺度未死㗎，我未死㗎。我俾你聽，我未死得，我未死㗎。即係等於當年嗰啲咩紅豆壽司啊，紅豆軍艦壽司咁樣啊，即係成功打咗個卡啦，令大家係咪先？就係咁啦，咁經濟差就有經濟差嘅。哇！你又有嘅禮物俾阿霸氣喎，睇到你好似啊。唔係啊嘛，你㗎係嘛？咦？你又好似嗰位觀眾喎。咁我多謝曬位觀眾，成日都好熱心 send 啲嘢俾我。不過就真係其實可以聊表心意得噶啦，其實都可以一年一兩次得噶，其實嚇咁所以即係唔需要太多嘅。霸氣多 fans 嘅，好似話有人同我講多女性 fans 添啊，係咪咁啊？除咗你哋開咗名阿南之外咧，你做好多女性 fans 嘅係嘛？南哥，南哥係。南哥是阿泰哥 fans， 是我 fans， 不是应该这么说，不是你 fans， 怎么叫你车他啊？我叫你车他咩？他打电话给我，你柴湾牙，你是不是之前那个区议员啊？我说是，那怎么办？你方唔方便車埋我嗰日咁樣？即係去望獎嗰時，順便覺得呢啲係區議員嘅工作，就算你係前任嘅都應該要做咁樣。咁咪關愛隊，因講關愛隊咪仲緊大鑊。係啦，揾關愛隊得㗎啦，唔該，下次關愛隊會陪你 escort 你過嚟嘅。OK， 咁啊，係啊，講到經濟差啊嘛，經濟差就一定係，咪先好似無奈係難。